阿伯吃蒜的一千块啦，了了呀，来，你了行，辛苦啦。你真无买蒜的啊？你等下嘛买袂掉呢？因为这是最后一箱啊，这是最后一箱了，来一千块来，记得。无电呢，我就是叫你电无咯。啊，拄拄对啊，来一摆尔，你烦恼要怎啊？我当互借你啦。无你搬厝啊呢？哎，来一千块对啊。啊，贵贵币啊，不用拿。林木呢？我俩，也也较便宜，也吃了较水。嗯，来一千块呗。短平去搞咩啊？阿好，爽。我来讲啊，为什么这箱这箱会出现？你知影不知影？因为这箱是大地，啊无紧，这箱比啊较大地，无紧我有哪了哩？来，前个月要吃蒜哩。花枝丸。金家谢谢董内啊，金家。黄金鱼丸。黄金安尼卖绝对卖好啦，欢喜就好啦。还有贡丸。这大小片不一样哦，我后面送的这两片是真的很大哦。哦，来，不然啦，等一下加两了，来一千块，还在考虑的不用买了哦。哦，你们还在考虑的。突然就签约金牌。来后面的一个。两个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咧花刀啊？哎，一千最后一个无啊？送就好啦，来啦，我你送啦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一千块，你要吗？两百可以吗？不行，特价两百。不能这样。那你就买五百的嘛。人家会庆婚。来，给我这边啊，小价钱啊。你没有，你花到没有钱了呀？对呀、啊。来一百五给我。我就给你钱。哎，塞哦，一百五，让你买，高兴，买便宜。哦，来，优惠可来啊，好啊。一两三三人给，来三百，来两百了。黄金鱼带也卖下。优惠可呢？这三杯叉彩，来两百块。接好吧。最后两位有一千，不是一包哦，两包都给你的，来两百块呢。来，多几人。我是，我不是一包两包，两包的人给。左边的女生比较漂亮。哦，来，机会够啊，这。我开吧，给你。可以嘛，开，然后我还旅行画画，好不好？黄金鱼带人点。那盘虾仁我看要先卖了。那你去跑。对了，我去跑。来，上面加一杯，没三百，来两百块我都。这无起哦，这一包一斤的，南美你八百，美你八啦。我讲你还在哦。两包三百，来两包我来。我以为你不在了。来一杯，你都没讲话，我以为你不在了。那针对差拢会使，来一杯两百块。树木饮品不是一包两百，是两包给你好不好？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。来，你就两百给我就好了，请他不用讲了，好不好？来一杯两百块，够了没？祝你一杯吧。来，最后两个啊、哦，最后两位哦，鱼品没有了。来，过几个吧。免蛋了，一个不要削了，我都要削了。来，最后两位，来最后一位了，鱼皮200块，为什么开始存荷包呀？来，两百块拢话，哎，削干净系无？削干净我存三百，这样一包一百了。来，吃不完，你买一百块给你。来，一百块，啊，你要一包啊？对啊。啊，没有了。多少钱？袋子里面有。